本分局接获线报，永康区中华路巷内一处餐饮店二楼深夜出入分子复杂，本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搜证查缉，确定为职业赌场后，随即报请台南区地检署侦办，由保安警察大队霹雳小组带头破门攻坚。当场在二楼查获赌场负责人及赌客等27人，并查扣赌具及相关证物。攻坚过程中，有5名赌客为规避查缉，竟然从二楼阳台跳下逃离现场，其中有一名赌客为此摔断腿。本分局外围警力早就在四周埋伏，全部查缉到案，全案侦讯后移送台南地检署后续侦办，其余赌客各裁罚新台币9000元。